回家也可以不用带钥匙，你的指纹就是家门的钥匙。内心够实在，回家才自在。主人，有人按门铃。朋友来了，开门都是小事。出门在外，开门才是大事。密码错误次数过多，验证锁定90秒。只要是家人，家门想开就开。顺便再帮你开盏灯，安心和温馨我全都要。当然，你别忘了关好门哦。